我国热带雨林消失的速度高居全球首榜。根据环保网站 Mongabay.com 与酷狗联手绘制的全球森林面积地图显示，我国在过去三年消失的热带雨林多达十四点四八面积高达四万七千两百七十八平方公里，高居全球首榜。而南美国家的巴拉奎则以九点六八排名第二。我国在过去三年所消失的热带雨林面积，甚至大过于欧洲国家丹麦的领土。 大马国内热带雨林遭砍伐的四百七十二公顷面积，以大马半岛仅存的四百七十九公顷森林保留地已经不相伯仲。政府若不亡羊补牢，情况不堪设想。此外，森林局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大量砍伐森林，不但打击国内加斯业原料供应，更引发新一轮的生态危机和加剧全球气候转变。Inews、e、mini 主播综合报道。 报纸过时了，用 e news dot com dot my。